上午10:44来看现场的一个最新消息，这是昨天呢发生了真内湖女童的命案之后，今天上午小灯泡的妈妈再一次的回到了案发现场进行招魂仪式，来看现场的一些最新情形。你看到的是小灯泡的妈妈跟爸爸今天重回了案发现场，妈妈双手合十，嘴巴里头念念有词，还有些话想要跟来不及说再见的女儿好好的说。而家属今天来到现场进行这招魂仪式呢，其实在脸书上头，妈妈今天上午有再一次的发文，她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相信别人，相信这社会还是美好的，希望说社会能够有更多正向力量，就像他昨天讲的，各级单位要好好的注意一下，我们要怎么样从教育从根本去改善，让这样的人不再存在。当然呢，除了他的爸爸妈妈之外呢，昨天是阿公阿嬷也一起来到了现场，大家都希望能够好好的送小灯泡最后一程。